好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嘛，內欄位置慣性積極，中間鼓浪威風，仲有呢只常青心啊。咁啊，馬林中間走上去嘅馬咧，仲有中華精神帶我當好甜橙啦。再下一層嘅馬仲有黃衫嘅喜勁旗啊，內欄紅旺咁啊，紅色頭罩嗰匹啊，響出邊咧咁啊，橙藍橫間衫嗰只鼓浪威風啦，內欄位置青靈才俊啊。再後邊嘅馬啦，先嗰啲顯心正響尾四內欄嘅尾三全中，尾二合進區包咗落尾咧，就嗰只智利共賞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咧就係呢只好甜橙放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就常勝心啊，第三位慣性積極，咁啊第四位咧仲有中華精神啦，內欄第五位仲有紅旺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喜勁旗啦，出邊上咗少少嘅馬咧仲有鼓浪威風噶，好啦，鬥到嚟最後300米到啦，好甜橙仲係佔先噶，咁啊見到中間常勝心追緊啦，出邊慣性積極亦都上緊啦，內欄位置紅旺亦都追緊，大我當顯心積上緊嚟，最後100米到，好甜橙佔先，一對上緊嚟，慣性積極常勝心接近終點第一名，相當接近入上入落，埋邊係好甜橙。出邊係慣性積極，睇下叮當叮當馬頭就邊只啦。咁啊埋邊咧，仲有夾住嗰只咧就常勝心，最初衝上嚟啊，好似他著啊，嗰只就顯心星。叮當馬頭三隻馬拍住，係咪七咧？定係入邊好甜橙咧？釘翻落去，係哇，好似裏邊，睇嚟好似橙眼罩先啊，好甜橙。陳嘉熙贏馬啦，今晚慣性積極啊，多。